把原来的卫生局的检验中心它的人力跟这个机器设备来转化，现在大概初期可以每天可以筛检大概200个检体，我们自建量的那将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有筛检确诊的这个是不是确诊的结果会出来，那检验的结果出来之后，后续的这个防疫工作以及清消工作以及这个相对应的治疗工作可以顺序展开，这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避免产生医院塞车，产生病患在家里等这样的一个后果。中天社会频道开张喽！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看到中天社会 logo，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别怀疑，赶快点进去，首页就能看到无恶小组系列影片，有会客室、老 Z 调查线、军香聊虾米、别阴阳、中不中心、白岛出任务、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搜寻中天社会频道，欢迎您一起来加一。